有一些地方，一些物品，总能让你与过去不期而遇。今天的我们，按图索骥，回望千年，感知着古人先贤们的智慧和愿景，近距离面对这些艺术品，你很难不被触动，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关于我们自身，那些曾经制作、使用、注视过他们的人，也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从来不乏锐大的智慧和前行的勇气，用他们的人生勾勒出一张血脉交融的图景。今天的西藏拉萨慈觉陵，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看这场演出，这里也成了拉萨的网红打卡地。把人们对古人的思念书写在山河之间，讲述着跨越千年的汉藏和美故事。在拉萨的小昭寺，游客熙来攘往，据说这是文成公主的手印，经过了1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寄托着当地民众对文成公主的敬仰和怀念。相传小昭寺内的这间屋子曾是文成公主的起居室，这个炉灶也是文成公主留下的，被小昭寺的僧众完善地保存起来，流传到了今天。建筑是一种凝固的艺术，在藏语中，小昭寺名为加达惹姆清祖拉康，意为汉室小昭寺。这里曾经是一座汉室风格的建筑，汉室幼瓦屋顶斑斓多彩，赤脚飞檐十分壮丽。17世纪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扩建顶层回廊，仍保留了汉式铜瓦屋顶鎏金，直到现在仍然风采照人。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很多文明成果，你好比说小昭寺的修建是按照我们内地宫殿的形式来建造的，另外呢，像内地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像毛诗礼记啊这些个思想呢，都传到了西藏。那么对于西藏的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件丝织品来自于1800年前的一个神秘墓葬，这种金线显花结构是典型的中原内地从商周以来的纺织技术，上面的王侯字样清晰可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依次排开，这是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星宿信仰。伴随着这件织锦的还有一些残存的茶叶，或许在更早的时候，青藏高原就开始了与中原内地的丝茶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
从考古层面来讲呢，我们最近这些年的发现呢，就把这些中原地区跟西藏地区的联系呢，直接推测到距今1800年前西藏阿里地区跟中原地区建立起的联系呢。而且呢，这些发现呢，丝绸呢并不是其中唯一的。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很多的来自于，很有可能中国西南地区或者长江上游地区的茶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将茶演绎成文化的民族，饮茶的习惯也很早从中原内地传至西藏地区。根据有记载的历史，至少从唐代开始，与中原内地的茶马贸易是西藏地区获取茶叶的主要来源。在唐宋时期，西藏各民族就开启了饮茶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藏语里头叫茶，这在汉语里头叫茶，藏族那个老百姓呢，就是说每天都离不开茶，从早到晚就必须得喝茶。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传入西藏后，僧人也成为了饮茶的主要群体。据历史记载，四世班禅罗桑曲坚在担任扎什伦布寺的第16任住持期间，为了改善僧人生活，铸造了熬茶的3口大锅。制造大铜茶壶18个，解决了僧人在大经堂诵经时喝茶的问题。时至今日，茶仍然是僧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早已融入了西藏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血脉。西藏地区多饮用酥油茶或者甜茶。将茶叶熬煮，此后再加入酥油搅拌，便制作出香甜可口的酥油茶。酥油茶配上糌粑，几乎是藏族居民每天必吃的主食。饮茶、休憩、歌舞、社交融为一体，西藏各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上千年。只要有音乐，随时可以起舞助兴。中国云南，这里曾经是滇藏茶马贸易的起点。这里的茶叶生产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古老技艺。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并经过蒸煮压制定型而成。干茶色泽墨绿油润，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如今的茶叶制作融合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
既保留了古老的制茶技艺和传统风味，又提高了产茶效率，满足更多民众的需求。1986年10月，时事班禅走访云南，视察下关茶厂，他提出，仍有部分藏族人民喜欢带有手柄的新型茶。这款茶呢，现在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下面那个小把是干嘛用的？而这个把就是为了满足他们手持茶叶去供奉佛祖。此后，这种新型茶每年都运往西藏销售。为了纪念，新型茶又被茶友尊称为班禅礼茶或班禅沱茶。班禅世系也与云南下关结下了不解茶缘。20年后，2006年5月，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再次来到下关茶厂参观，详细了解了新型沱茶销往西藏的情况，并亲笔题写了世代茶园汉藏合欢的牌匾。汉藏之间的情谊被一片片小小的茶叶连结起来。唐卡一词来源于藏文音译，也叫唐嘎、唐咖，意思是卷轴画，是藏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唐卡多画于布上或纸上，传统颜料以珍珠、玛瑙、珊瑚、松石等矿物为主，历经千百年色彩依然如新。唐卡的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唐卡在15世纪以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它的题材、它的布局、它的装饰元素、它的装裱形式，都发生了系列的持续的变化。这种变化跟汉藏之间的密切交流是密不可分的。扎什伦布寺的中午安静祥和，是作画的好时机。俺就人碰的到这步来看起来挺好的了，还得蹲蹲在那样刚刚吃不了。用来画唐卡的矿物颜料不仅不褪色，还可以由画师自行调配。他都是按着那个手脚的了，他不得性别不大，他顶着高的高不大，细着的，他热不同，差多少了点呢？他别的都是熟人啊。当个你人呢？他老板都在中国人呢，全部这个这个这个印度人，他人呢的用这些的中文的看他三六部来看他，他做的嘛是专门弄死。扎什伦布寺有570多年历史，与缅唐派唐卡的历史
几乎相当。十五至十八世纪，扎什伦布寺是西藏地方当之无愧的艺术中心。扎什伦布寺成为整个西藏的艺术中心，其实它是有先天优势的。首先呢，它在日喀则整个地区的中心地带，所以呢，东来西往、南来北往的艺术家呢，都会在这汇合，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从十五世纪以来呢，整个的日喀则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迅猛，而且呢，这里面的人文气氛呢非常的发达，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等等，当然也包括一批优秀的工匠。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缅唐画派的创始人缅拉顿珠就曾在这里生活学习，参与扎什伦布寺早期的壁画绘制。缅拉顿珠呢是今天的山南地方的人，他长期生活在扎什伦布寺，为扎什伦布寺的初建啊绘画做出了贡献，确立了缅唐画派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的重要的地位。从此以后，西藏的艺术风格呢，就朝着汉藏艺术风格的发展方向一直走到了今天。十七世纪，新缅唐画派的创始人曲英嘉措，就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这幅四世班禅唐卡，也是曲英嘉措作为唐卡画师一件珍贵的作品。画风独特，线条简洁，经过时间的洗练，更透露出历史的质感与光芒。曲英嘉措呢，他的这个绘画就是缅萨派的绘画，吸收了中原这种风格元素以外，他主要是还吸收了一些中原写实的这种技法，尤其是表现人物的时候，就是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他的人物的各种细节，把四世班禅的这种他本人的这种精神面貌或者人的这种五官还有他的衣着，这些表现得非常惟妙惟肖。公元七世纪，中国唐代绘画已经有着成熟的布上绘画的技术、装裱工艺。唐卡的形式，它无疑借助了汉地的卷轴画，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天干、有地干，另外还有金燕，就是那两根绳子，就是怕燕子给弄脏了，它那个袋子一飘，那燕子就跑了。这在中国古代的绘画里面都有这种形式。堆绣艺术，作为刺绣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绣制方式，与丝绸的历史密不可分。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中华传统艺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今天，堆绣唐卡是扎什伦布寺唐卡艺术的重要特色之一。铺纸、绘画，一针一线的缝制，然后用熨斗烫压，堆绣有着复杂的工艺，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毅力。最早的缂丝唐卡，还有织锦唐卡，还有堆绣唐卡，还有刺绣唐卡等等，这些唐卡从形式上有很多的就是借鉴了内地的刺绣、织锦，还有这个贴画等艺术的这种技法，应该说是一种汉藏文化交流的一种结果，或者是一种结晶吧。堆绣唐卡色泽鲜艳，搭配美观，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扎什伦布寺用于展佛节的巨幅唐卡便是堆绣唐卡。这种巨幅堆绣唐卡往往需要花费工匠们一年的时间。堆绣唐卡艺术
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产物。寻根探源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土壤。扎什利玛是指西藏日喀则地区以扎什伦布寺为核心铸造的佛像系列。扎什这个词呢，实际上指的是扎什伦布寺的官署作坊扎什吉彩的一个简称。利玛呢是藏文响铜和响铜的制品的一个统称，所以扎什利玛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扎什伦布寺的官署作坊扎什吉彩铸造的铜造像。扎什利玛的造像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跟同时期的西藏其他地方的造像是不一样的。第一呢，他比较喜欢用红铜造像。第二个呢，他呢喜欢鎏金，就是红铜造像之后几乎都要鎏金，而且呢他的鎏金技术呢非常好。扎什利玛以其精湛的工艺在清宫造像中独树一帜。在如今的故宫博物院，共藏有400多尊扎什利玛像，多为西藏的班禅、达赖、甘肃、青海等地的宗教首领、各民族首领、贵族及满汉大臣敬献而来。公元1772年，扎什伦布寺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道圣旨，谕旨曰：朕建造佛殿，欲于彼地制作无量寿佛像，由班禅额尔德尼安排新造同一类别的56尊扎什利玛无量寿佛像。扎什伦布寺呢，这个利玛图呢，它也确实是这个比较出名，十分有影响。在这个乾隆皇帝这个修建宁寿宫的时候，他开始这个向这个扎什伦布寺呢定做了这个56尊无量寿佛。如今的故宫博物院养性殿七暖阁佛堂，室内陈设至今仍基本保持着清朝中期的原状。8面7层的紫檀佛塔及塔内供奉的无量寿佛像仍存此处。这56尊佛像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镶嵌。它的镶嵌工艺应该说是在我们故宫目前保存的来自于扎什伦布寺所送进来的那些扎什利玛造像里面，应该它是水平最高。这里面呢，根据档案记载呢，说是当时乾隆皇帝呢，除了定做以外，还专门赏赐了一批珠宝，然后呢，班禅用这个珠宝呢镶嵌在佛像身上，所以你会看到在佛像的身上出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镶嵌，比方说钻石，还有一些很独特的颜色的一些镶嵌，这个都不是扎什利玛造像所常见的那种镶嵌。这些现象都可以说明当时56尊造像不是扎什吉彩作坊单独完成，它实际上是宫廷和扎什吉彩作坊共同完成的一批作品，也是乾隆皇帝和班禅共同合作完成的一批精品。可见这批珍贵的无量寿佛像不仅仅由班禅制作，更是融合了乾隆皇帝个人审美及宫廷财力支持的定制品，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清朝前中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的逐步加强，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6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乾隆44年6月17日，这一天
扎什伦布寺法号齐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一西即将从扎什伦布寺启程入京朝觐。为了这次远行，乾隆也做了很久的准备。六世班禅出发的时候，乾隆皇帝就特意指派驻藏大臣刘宝柱进行这个全程陪同。那么他途经的青海呀、陕西呀、内蒙啊各地呢，沿途都派官员接待和照料，都进行了一个周密的安排。此外，乾隆还特意在热河按照扎什伦布寺的样貌兴建须弥福寿之庙，迎接六世班禅的到来，并在北京修缮西皇寺以供班禅安居。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六世班禅终于抵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啊，还破例允许六世班禅乘轿进入立正门。咱们都知道，在避暑山庄的外面啊，有文官下轿和武官下马的碑文，所以说当时接待六世班禅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的标准。正是在这座大殿前，乾隆皇帝用藏语亲切问候了六世班禅：喇嘛长途跋涉，必感辛劳。六世班禅则回复道：远涛圣恩，一路平安。这种相见便相识的默契，仿佛纵使相隔万里，也能实现彼此心灵的相通。乾隆45年8月初3，乾隆颁赐六世班禅御册御印，派福隆安、和珅两位大臣送至须弥福寿之庙。御册共10块，青玉制，双面刻字，首页与末页刻双龙戏珠，用汉、藏、蒙、满4种文字书写，文中追溯了班禅转世系统的源流和六世班禅朝觐的背景，还特别提到赏赐御印御册是特加书礼。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六世班禅的寝宫都还按照当时的摆放和规制井然有序，处处体现着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关爱。在北京呢，乾隆皇帝把这个西皇寺、雍和宫、松柱寺、弘仁寺这些个寺院呢都进行了修葺，那么同时呢，在香山呢修建了宗敬大昭之庙，供这个六世班禅呢避暑居住，就是夏季居住，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乾隆45年11月初1，六世班禅发高烧，乾隆皇帝亲到西皇寺赐送貂皮大氅、皮褥等物，作《启寿长春图》和写授班禅圣僧并赞诗赐予班禅为其启寿。六世班禅来到北京以后呢，京城特别繁忙哈、但是中间也突然生病了哈、出的是天花。乾隆皇帝知道以后呢，非常的着急，甚至亲自来看这个班禅这个生病情况的进展啊。乾隆也专门派御医来给他治疗，但是因为生的是这个天花呀，当时确实也无力回天，所以呢，在1780年的11月初2，这个六世班禅就在这个西皇寺圆寂了。六世班禅圆寂后，乾隆皇帝十分悲伤，当天就辍朝一日表示哀悼。为表彰六世班禅爱国爱教的无量功德，
乾隆下令与西皇寺建清净化成塔及清净化成塔院，塔内葬六世班禅衣冠经咒等物，以致圣音。乾隆47年11月，塔及塔院建成，乾隆御书清净化成塔记，以示纪念，镌刻了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深厚感情。清净化成塔，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关爱和怀念。塔里头放着除了六世班禅的衣冠、六世班禅的一些遗物，还放了乾隆皇帝给六世班禅的许多的东西，也放在那里面。那这可是一个永久的纪念，纪念为国家统一、为国家强盛、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六世班禅。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的历史故事，是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今天的历史学家统计，当时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之间交流频繁，仅清中央政府收到地方奏折就达数百件。赏赐、请旨和问候的书信往来于清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之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也为祖国统一、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2019年的冬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场展览即将在这里开幕。与20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时空对话。数月前，故宫博物院和扎什伦布寺就为了这次展览开始了紧张的筹备。这次扎寺遇上故宫了，我们策划的这个展顺利向前推进。我们希望让这些文物来说话。是东方研究院。对对对，是。好，那是东方研究院。能不能推进？这是乾隆皇帝设计第六世班禅的那个御册，也是一种语言。有蒙满汉藏，对汉藏。要对对对，最根本。文物是最鲜活的历史，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是这次展览的主题。此次文物展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以历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为主题的展览。实际上我们这个展览呢，这个初衷呢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一方面考虑呢是这个历代班禅额尔德尼在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方面做出贡献非常大，我们应该从文物方面呢，应该给它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始终认为呢，西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寺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大量的文物、大量的艺术家、大量的学者是聚集在这里面的。扎什伦布寺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艺术中心和文化中心，它的藏品里面体现出来多民族的交流、文化传承
文化融合的啊一个进展。哇，真漂亮啊！故宫的策展人罗文华为了这次展出奔波于西藏和北京之间。乾隆皇帝送给潘长，您就这意思，大钱装点钱，没问题，没问题。不是，这个如果这动作太大的话，要注意点。所以你们在装的时候，在这个按包装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让胶泥脱落，肯定脱落里面装了就掉出来。做太精美。简直不敢想象。喂，你怎么了？而且什么？不用了，哎，等一下，这样好一些，这样好一些。那边有一个开关。慢点，慢点，别开玩笑。啊，都转大一点。后面没有这样。这是一些从未对外展出的稀世珍宝，为了这次展览。扎什伦布寺也第一次打开仓库，取出大量的珍贵文物，运往北京。罗罗修，牵涉的部门太多，一旦启动是停不下来。其实不夸张，这辈子可能你能遇到的就这么一次。真没事，就这样，就这样。成功实现了。2019年12月10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六，这个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是乾隆皇帝专门在西藏咱们扎什伦布寺定做的。这比想说是扎西里曼，还不如说是扎西里曼和宫廷合作的。扎什伦布宫殿。哎，对了，第一次。正好。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的展览，正式拉开大幕。让扎什伦布寺的文物走进博物馆，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欣赏它，是我们举办这次展览的初心。我们期待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讲述扎什伦布寺爱国爱教的中国西藏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历史底蕴，让前来参观者感悟时空的力量，醒思生命的价值，体悟相互尊重与和谐的精神，共建共享和平与美好的世界。一件件文物流淌着时光，烙上了中华民族团结的文化印记，凝聚了连结汉藏民族情感、维护国家统一的璀璨历史。1779年，六世班禅怀揣雪域众生的殷切期许，依然开启了山水迢迢的万里朝觐圣土，用脚步硬踏出爱国爱教的坚定信念。1932年，九世班禅团结救国，于紫禁城举办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而奔走。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到北京紫禁城，历代班禅迈步走出了一条
坚定的爱国爱教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光明大道。西藏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同整个祖国的发展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西藏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也是同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大家共同建设、共同促成的这么一个文化传承。所以，我们今天看待西藏文化的发展传承和保护啊，也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同时，西藏各族人民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人、继承人、弘扬者。感悟时空的力量，心如工画师。能化诸世间，朝暮轮转。文明就像血脉，交汇、混合、融为一体。在新时代，中华文化必将在交往交融中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西藏各族人民将与中华各民族一道，共同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篇章。